试试看这個，我们先直上直下，看看力道够不够。好，那你选一个。哇，有了！哎、欸，有，有没有？欸、有收获的感觉了吧？这里是店里有只猫，我们现在后面有一大堆流体熊，超可爱的，因为这边是那个熊布丁，蛮合理。嗯，它外面有一只很可爱的熊大，对，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黄黄的熊，好可爱哦。嗯，但这边好像地毯比较少一点。对啊，对，我们刚刚从那个小马哥过来，小马哥比较多一些，小马哥夹了超多东西，大家去看去看上一集，要凑很多东西，然后。这里是它的二楼，很特别，它有一个二楼的休息区，它一楼还有在卖咖啡啊、甜点这些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吃你的咖啡、甜点这样子，然后玩累了可以在这边休息，蛮特别的一个设计啊。那由于呢，上一家真的夹了太多零食了，而且最近每天都在夹零食，太多了，对，所以这一集我想要来点特别的，嗯，我想要来夹一些有趣的东西，看它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让我来夹夹看。好啊，今天重点可能比较着重在那些上面，那没夹重的又会剪掉，所以说不定这一集超短的。5分钟没有啦，就是还是会希望多抽一点东西送给大家啦，嗯，就这样，所以记得看到后面啦。来，各位，第一台我们用这个来稍微试试看这边爪力如何。这个哈，先试试看。哦，有哎，抓得起来哎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猪啊？不知道哎，好可爱哦。是洛梨还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去里面了。哦，有了，出入出入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各位，火箭糖，从来没看过，看起来就是拿来给你凑抽奖的啊。对啊，这个拉一下就有了吧？如果拉一下没有的话，也太瞎了吧？掉几个？一个而已。这是什么？好烂哦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应该是好像两三个吧、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是类似维他命 C 那种东西吗？好呆。它的形状很容易一直出，一直出。它的设定是怎样啦？这个好好笑哦。给大家看正面一点。好好好，歪掉。完了，没有弯了，亏。亏烂，亏烂。好，再一个。来下来两个。两个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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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的补回来了。不知道谁留下来的一个奇怪的画面。这拉得到吗？不太行。就压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就你啦，你留下这种奇怪的东西。就是我。就是你。不是哎、欸，这种时候呢，怎么想都是夹这两个嘛，对不对？但太无聊了吧？试试看后面。哎、欸，欸、跟想好的不一样啊，我以为我会三个一起下来。啊，没有，有了，有了有了。每次看到这种盖子呢，它就特别欠夹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前提是也要夹得到那盖子，就是这个吧。哦，顶到了，就是会顶到的那一种。它旁边位置比较不刚刚好，那就单纯让它滑下来哦。看来我们今天是要送洛梨猪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时候我成功的把路障清除掉了，可以把那盖子夹起来。哎、欸，火线肠，今天就是想要挑战一些有趣的东西啊。因为前一集哦，前一集已经夹太多那个零食了，我们来夹一些特别的给大家看。但，哦，卡到那个，是浪费钱吗？不会不会，这都是为了那个。那你丢多少进去？好，再试试看，没有就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可爱的三角形哎，它做起司的形造型。但那边为什么有一个奇怪的洞？刚刚被人家拔出来的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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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有了。哎，有了。OK， 大甩！刚刚有人指名多夹一点，试试看这個，我们先直上直下，看看力道够不够。好，那你选一个。哇，有了！哎、欸，有，有没有？欸、有收获的感觉了吧？嗯，十块就出货。
他感觉抓得蛮紧，抓得很大力，所以后面有机会补过来。只是老板忘了讲，欸，有可能哦。你看哦，他会补下来，有没有补下来之后？我以为那个要出来。再补一个。补下来之后，我们再后，我们把这个再补过来。这个猪好可爱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个就是要送给你们的啦。送大家。感觉就直接起来了。对，他真的，他放掉了，他真的，他真的蛮大力的，说真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试试看，让他出来。你不喜欢出货的感觉吗？谁不喜欢？有人在问，老板不喜欢出货的感觉吗？不是，当然喜欢啊，只是有时候会想要啊，他塞进去了，挑战一下。有时候会想要挑战一下。布娃娃也还好，因为这个又没出，只有刚刚前面出，现在又没出。有时候就想要好玩一下。你要再加一只是不是？有点想要，我想要抓一只，想要抓一只过来补位，然后，对，有了，补到了，补到了，补到了，应该要出了吧？他的位置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他叠那么高哎，对啊，他为什么在那里啊？阿贝斯哎，对，他有一只洛梨熊，来，可是那只不好出，来自杀，那间我们有了吧？自杀啊！你加到，你为什么加到？哦，出来了！哦，三只熊，三只，哎，这是猪还是熊？三只猪啊，一样要看鸡台嘛。没有，每一家都是每一台都这么好，因为老板都不用做生意了。这个就没办法了，有点小转到。有了，有了。啊，出货！一阵子没夹这个了，这也不太好夹，我觉得。那是两件事情，要么呢倒爪下去，倒爪下去。有没有倒爪下去？起来！喂，这就是倒霉啊！喂，倒爪之后倒霉。好，一个小甩过去。你看倒霉。哦，好烂哦！好了，这个看起来没救了，那试试看这边好了。哎，好，抬屁股。刚刚那个应该要出两个的说，超亏。抓只好狡猾，运气不好。真的是没办法。我以为花笑。笑死！你给我出来哦。没有，他说。抽了。不是，就是，就蛮无聊的。但感觉没什么救了，都被你夹光了。对啊，试着甩爪，刚刚都没有甩嘛，现在甩一下。而且它为什么熊只有一只啊？都剩下猪。哦。来，这一罐就是这一罐了，只要它爪子没有斜掉，就有机会。有，斜掉了，斜掉了。没有啊，他爪子没斜。来，有了。当时有人全家在看我们直播吗？太好笑了。好像是吧。太有趣了吧？这个试试看啊，单纯试试爪力而已，就是爪力喽。哎呦，抽到了。有力耶。真的没有出来。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抽到，那你应该抽前面，他才会滑下来。没有抽到，搞什么啊？来，各位，这一根压那个，这个也抽那个，一起出来。哇，教学失败。好，再讲一次哦，这一根压这个，那个夹那个出来，你直接两包，三包吧。花一包，我还吃哦。好，有吃。一样有这个，按赞加赖免费三次，一样有这个加赖可以免费三次的机台啊。那我们请我们直播限定的那个小开，金氏小开来帮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机台。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金氏小开你完全挡到镜头了。好，所以这还要再扫一次是？没有没有，你可以，你有三次啊，你有免费三次，这是免费第二次机会。默默就开始。金氏小开你很厉害，很厉害哦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推一下旁边就好了，碰一下就下来了。
帅哦，加几样？三样，免费。这是换老板娘的免费三次，我来操刀。可以夹到五包吗？我以为要换老板娘夹。他都会叫我来夹，哎，可是刚刚被他拉掉啦、啊，不公平啊！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选战。哎，一包。哎。好、hey, hey, hey. 哦，没有正面，正面对决，正面对决，完了，两包哇，输掉。收工，刚凑了40样东西，准备来抽奖。特奖就是大娃娃，然后还有什么胶原蛋白枕头啊，巴拉巴拉之类的。我们看看今天抽两个抽到什么东西。你先抽一个。来个 B C C C 奖是什么？我 C 是暖风机，拿到暖风机吗？哎，我抽到我想要的暖风机了。可是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哎，其实很不错哎。你先抽。这个很酷哎，啊，这可以干嘛？吹暖风这样子。知道，等一下再看。好，那我要。我猜他会抽到 D。大娃娃。那他会抽到 D。大娃娃吗？会 D。没关系，我拿给你精美小礼物，空气锤。哇，空气锤子哎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嗯。今天都在那边搞一些有的没的，夹到了好多这个洛梨呀、啊，这个很可爱哎、欸，这真的很好出啊。对啊，这个直播里面其实还有再多夹，嗯，就是正片我已经有点懒得再放了，因为太多了，我连机器都没有打开就去夹了，因为就是开头讲的嘛，那个大同小异的东西太多了，嗯，所以就是来夹一些有趣的，所以但这个真的很好出，大家有来的话，如果他还有的话，因为这个变动真的很大，所以你们看到这影片再来，其实有没有也不知道，而且说不定因为我太好出了，所以又改过了，谁知道呢？那。还有锤子嘛，然后还有老板娘刚刚抽到的暖风机。暖风机。好，那一样啊，就是要留什么？就是没有，还没讲到那一句。哦，还没有。那这边就是我觉得也是要挑机台，有些机台没那么好讲。刚刚有在某些地方卡了一下。对。那有些机台就真的很好出。洛璃珠。对，就是看你的追求是什么。你是要追求抽奖，还是要追求那种你想要的东西？如果只是你很单纯的是要追求你想要什么讲什么。可能有时候遇到困难，但洗衣精。但如果你是为了要抽奖的话，其实应该会蛮简单的。火箭糖，对，会蛮简单的。像这个，它这个免费机台也很好出，对，大放送。啊，这个洛璃真的是太好出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会送洛璃啦，然后送那个火箭糖，这个啦，这也会送掉吧？粘土啊，那个塑形粘土，大家有需要可以塑形粘土也可以送给你们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这边有猪啊，有熊，这个真的很可爱。为了考验大家是不是真的都有在好好的看我们的影片，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上一集去小马哥夹了几样东西，好难哦。Ending 有讲啦，我想一下，哦，我知道，有讲啊，有特别跟大家讲嘛，所以应该不会太困难，而且只要有一个人答对了，大家就会复制贴上嘛。那万一有一个人答错，后面就会跟着答错。对，那所以第一个答对的人一样。特别先送一个给你，好，很感人吧？嗯，就这样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可以自己来玩玩看。对，这个真的蛮可爱的。清水，我们今天那个海鲜的两间拍完了，之后明后天又再去台中市区拍几间。好，所以后面还有很多影片可以抽奖，我也不要抽，后面抽奖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